就是10月10日雙十節朝早8:22，咁三號八號風球就落咗噶啦，而家就3號風球，巴士就出翻曬嚟啦，你見啲人都出翻曬嚟噶。咁呢段片 time lapse 想睇下城門河俾八號風球遊到五個之後係有幾犀利，咁應該冇上次山竹咁嚴重嘅，但係試下啦。咁我試下6分或者6分半披咁跑一轉，但係由於 time lapse 關係咧，就睇唔到我跑幾快嘅。咁我跑完應該有個鐘嘅。好，開始 time lapse。4公里，時間呢就是得啦，我知道我 perfect exercise 啦，22分52秒，比琴日快一啲，咁多琴日應該23分半左右嘅，咁但係我今日就著咗第二對冇咁常跑但跑少啲 mile 嘅跑鞋，但係嗰對呢個鞋頭有啲跣，唔敢跑太快。昨天那裡找地非常之好，但是跑到真的差不多要換了，600公里那麼小了。昨天沒片，今天補回了，要溫書那些幾十溫書，要做數那些幾十溫書做數，多謝大家收看。